鄭欣宜昨天出席網上直播音樂會，她就表示疫情關係會拍片在網上分享，收入就沒有太大影響了。講到母親節，欣宜坦言就一定會憶起媽媽沈殿霞，但她就說今年就會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賞這個節日了。問到她有沒有想過生小朋友，她就說當然是一件好事啦，是咯，但是 要有一個正即係啱嘅對象先咯，都係嗰、那個嗰樣嘢咯，呀、yeah. ，嗯，咁有冇心水啊？你哋介紹啊，我係唔可以同許廷鏗交配嘅，我哋試過用嗰啲 app 咧。嗰啲呢個樣加埋呢個樣會變成一個咩嘅樣嗰啲咧？哇，好核突噶，唔得噶，所以我唔可以同佢交配噶，係啊。點解你覺得係佢唔想咧？會唔會係我唔想咧？I don't know，你問翻佢啦。即係你如果揾，將個波拋翻俾佢啦。